在孩子心目中，母亲的模样是最多孩子心中认为妈妈是什么模样呢？A， 你为什么不猜我的最爱？大部分都双薪家庭嘛，所以妈妈也很忙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最爱，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是大忙人。你的可能靠你妈不忙啊？我觉得在孩子心中，那个很多事情应该还是比较单纯的吧。我希望是这样，回答一个我的愿景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